惫的赶上一趟末班车，汽笛声刺进我的耳朵。一个人晚餐，一人听广播，爱情故事分分合合。谁写的小说总是悲欢离合，逃不脱那些爱的折磨。爱情太迷惑，左右摇摆蹉跎，影子错了还在犯错。你人走了，我心凉了，哦，万千赤如我心窝，只因太平凡才被笑懦弱，如今变成了受害者。你人走了，我心凉了，哦，冰冷的心谁暖热？身上的伤口该怎么愈合？放手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谁写的小说总是悲欢离合，逃不脱那些爱的折磨。爱情太迷惑，左右摇摆蹉跎，名字错了还在犯错。你人走了，我心凉了，哦，万千赤如我心窝，只因太平凡才被笑懦弱，如今变成了受害者。你人走了，我心凉了，哦，冰冷的心谁暖热？身上的伤口该怎么愈合？放手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人走了，我心凉了，哦，万千赤如我心窝，只因太平凡才被笑懦弱，如今变成了受害者。你人走了，我心凉了，哦，冰冷的心谁暖热？身上的伤口该怎么愈合？放手也